那好吧，啊，这个人间大炮可能，我操，打你自己这，自己打自己了，也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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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么尴尬的吗？那是朱浩的吧？然后自己放下自己，是的，自己放下自己吧。你射火，你屠刀也行，自己看，OK。这个人间大炮，没抗性的，应该。这种肯定是追求那个极限法伤了。中队长，妈的，他没中。不了，少两个力皮出手啊！我不可能弄死他的，我往他这么拼啊！不不不，目的不是为了弄死他，是压他血线，让别人贴他。这把你也不用起真君真了，就是跟他对冲，他扛不住的。肯定丢了。妈的，我怕我的手没你快，你知道吧？我贴了你手，你应该打出去的硬攻。能进了吧？感觉我进不了，放下我进不了，我也进不了。那我开呗，赌一手啊！啊，不用，你小死亡挂他魔王好了，我破血把他点了。行，我们俩拉金刚吧，我们俩都是两个人。对，我拉金刚，把他魔王点了就好了。你能破血，你破血，暴力精能破血，你也破血吧。对。暴力精你能破血，你也破。你引弓打出去啊！就是看一下速度，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卡血。啊，卡血也行吗？看一下速度。怕我惊醒。你妈个逼操！没事，只要无名小死亡中了 ，OK。不是无名，无名是师徒啊。我说现在操作地府的人不是无名吗？同意啊。我感觉对面的师徒实在是太强了，放下我还飞这么快。是的，比你快，比你快。宝宝贴自己，你看，绝对死了，差不多了。操你妈！这三号引弓恶心。打了个小四号，还没大进，还行。那你看，每个单位贴贴他也难受的。我的力气比他法系快的，还能贴，我操！那他妈完了嘛，另外两个都被封了呀。算了，地虎不要抓了，没有意义。你自己解自己，我自己开，化身要不委托啊，委托也行啊，然后地府化驱散，我劈下他女儿村试试看，看看他女儿村什么防御。妈的，没愤怒啊！操，不然水清队长，行，过程操作也行。完了，我操，我好像没忘记开自己。我刚开，那没了呀！你搞什么？我刚刚就跟你说你自己开自己。忘了，你顾好自己就好了，没问题的。你看，妈了个逼！63了吧？操，早知道力劈劈他了，劈他的话出手都出不了，不可能。女儿村也是退啊，妈的，三把屠刀让他放出来昏厥。你师傅没动啊，这么说？我被封了，大哥。我说对面师傅。也瘦了吧？估计也瘦了。别，好像别人给他加的，我记得。那他怎么没动？
是不是点了疯狂印记啊？啊，自己解，然后地府解我。我自己开，然后地府解了那个队长嘛，化身可以叫个虚名。行。宁波，继续出招就好。我暴力警也直接出虚吧。捅出去啊！你捅我在你捅啊！捅，别怕，捅就行了。这个时候要三个一起输出，他绝对扛不住。你出虚名就亏了。我怕他飘过来，又是那种自尊飘。嗯。他飘啊，他难受。啊，好的，宝宝，我怕被刺破飞掉，解不出来。嗯，有道理啊。就看能不能弄一下。还有他四千六。哎，腾挪镜还行。腾挪镜。啊，这三把出去他有点难受啊。这四波伤害太高了吧。高的一批看不到。是的，速度还贼快。怎么这么强，我的天。还特别能神，是不是？太强了。哇，这个暴击是有点舒服的呀。回点腰，我靠！化身暴死了先。我直接金青吗？你们继续出手。没，可能要挂。没挂，没输出了已经。你直接金好了，回点血量。这么金吗？化身也退把血吧，退把大血什么的。行。捅他。你那是不是可以叫个什么怒号啊什么的吗？哎，是的，没注意看自动嘛，自动了呀。我在找那个大，就是伤的技。菩提灯估计要被你捅死也。他的女儿村不会有慈航吗？有慈航也没办法。阿明，你们不觉得？你就觉得你能抓死你的师傅？可以挂他。幺六三呢？他这样不就出了好几次幺六三吗？你挂他就好了，是吧？挂狮头或者挂魔王，开无间了，开无间也行啊。开无间的话，那个化身要舍自己啊。啊，化身，我舍自己。那个宝宝，无名的宝宝卸一下狮头。好的。你那个宝宝卸一下暴力金啊，化身手臂卸一下暴力金。啊啊！我化身的宝宝，我自己贴自己了。妈的！你不让我的宝宝贴啊？你说清楚呢，我还以为是你的，没事没事，问题不大。无名伤害太高了，是不是？还是要贴一贴的。八级幺六三，死是肯定死不了的。哟，哦，算了，贴谁都没有。他基本没了，基本上。哎呦，还暴击打我呢！不贴，你看八级幺六三稳的。基本上八十的声优啊，好了，不墨迹，咱们赶紧把遗失的分给补回来。看我也出了，哇操，这声优，你他妈都声优了还卡大金，哇右神可以，右神可以，神中之神，阿金少传一点好吗？哇右神。阿金三绿，真他妈的，打四个单位神用三个，看不懂了呀！你这个暗号打码不也是很神的吗？哎，我就神一个啦，是不是？哎呀，神一个，他肯定要吃好了。好，我出宝宝了，我挂呗，你这人挂，我叫爽啊，是那个滥用了。
我先找一下队长，就挂他女儿村就好了。我不那么自豪啊！都说了没事，他他妈输出在地上了、啊。要喝我擦，把我封了，不让我舍我的哥。然后化身出个虚名，虚死我两个。哎，他没出虚名呢，还行。妈，还出怒号，我操！这要关暴击的什么方式？化身能清吗？啊，不能清。我可以水啊。他女儿没有水个屁啊，他都没。哦，你俩叫虚名算了。叫虚名可以啊，叫虚名啊。你水队长呗，我们俩叫虚名算了。嗯。地府的话可以抓一下队长，地府对吧？没抓过吗？他他妈应该女儿应该没蓝的，要换虚名了，换死我们两个幺六三了估计。看一下能不能再绿啊，我的兄弟。标的啦！啊，出个笨，那啥，我操，他吃五龙可以，那、啊、完了呀，被对面这个无名妖飞死了呀，我操！被光了，那是真飞死啊！应该出个虚拟的。光了，搞什么？绿啊！我也要绿啊，双绿，好吧？我也要绿啊！你可以绿，我们绿，哎。全绿，那对面这个无名也有点绿刀侠、啊，也是个绿刀侠。那不要幺六三贵啊，我神又便宜啊。绿，哦，好像绿了吧？绿了，我打了他八千了，难道他一万二？可能。现在才绿，哎。开个眼，我后面捅他那个眼睛吧。啊、谁的宝宝拉一下我？队长，我出个虚名。叫不，我怎么自己拉？我手撕啊！太虚了，太虚了。我来。地府手拉，有没有点意识，兄弟？地府手拉。对。我本来是可以孩子拉的，但是他明显是要拉那个慈航的。我不想浪费时间跟他打了。但是没结束啊。没结束是肯定没结束的呀，你绿了呀，哈哈哈哈，那还是没事，他真的不能让他慈航浪费时间，你知道吧？肯定拉女儿喝酒，又他妈慈，你慈个卵！还有这么慢的孩子啊？有190嘛，老板孩子嘛。哦，是有点东西啊。真的是哦，别浪费我时间，兄弟，你这。那我叫个慢点的。你随便叫连环，我不会理的，我有七下呢。那我们看看你会不会理啊？好的，不会理啊，不好意思，让你失望了，没遇。没出手。一刀啊！一刀。